进入粉丝问答环节，凡是被选到的粉丝朋友们都将获得钱明月亲笔签名的 CD 一张。男生，对，不要犹豫，就是你。首先，特别感谢你这首歌，唱出了我最近的经历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你最爱的人？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，也要奋不顾身。有。虽然他不是我的爱人，但他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所以兄弟，如果你也遇到那个如果你觉得最重要的人，就一定不要放弃。加油！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下一位粉丝的问答。你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啊？我就是想谢谢你。谢我？我应该谢你才对，你还带我来见面会。凡凡，我谢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，也谢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我是真的爱你。